好看头找俊松，妹妹罗班好介绍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九九后房产 Let's Property。 OK， 今天呢要给你们看哪一个拍卖的屋子。哇，这个地点我讲出来你们肯定吓到，诺萨森特啊，你们懂这一边的华人旺区啦，基本上整个大曼可以讲华人居住没错啦。今天呢就是给你介绍这个区域啦，今天给你介绍这个 Enlot 的，哇，可以讲呢热区热点的一个屋子啊。这边呢今天就给你开箱来看看啦，我把镜头转去前面给你们看看。OK， 这边呢我站在它的前面给你们看啊，这间要拍卖的 Enlot 呢就是这个，哇哦，它的土地3294双层 Enlot， 然后 freehold， 然后这边是有保安围篱的，罗萨森特门牌20号加兰6加兰 Center 6。 OK， 你们可以看一下啦，里面呢基本上是 original 为多啦，这边呢我大概给你们看看哦。OK， 这个它的地是真的是很大啦，只是这个屋子呢如果你不搬单就是面向入口的话，你可以来尽量来这个全场真的是很美很美的价钱哦。这个放在 normal 的 market 来讲啊，没有这个价钱的。 OK， 肯定没有，肯定没有 100% 没有。然后这边我给你看一下环境了哦，这边我讲哦，居住华人为多，看到没？我再看左边，基本上灯笼挂灯笼了哦，你可以看看外面就是马路，然后呢这边是有 gate 的， gate guard 的， gate 很严格，它是准准撞马路啊，你看它是准准撞马路啊。 OK， 你看得到了。 OK， 在视频前的白夜还是投资者们早就在待的啦，这边我们会提供的 service 呢就是会查一下这个屋子之前呢欠多少钱，然后呢怎么是可以 claim 的，这边我们会一一为你做这个服务啦。最重要是你们对这个发展有兴趣，甚至是呢可能你对这个罗萨森特附近啊，你要找好像 Horizon Hill Booking Star 的雷龙还是什么呢，都可以向我咨询，我可以 send 给你很多的 list 给你作为参考。 OK， 这个的如果你要看它基本的详情呢，这边你可以也是一样，你看下面有基本的详情，如果呢你要跟我拿到更细节的详情呢，你可以联系我啊，我可以发给你看看，然后很细节的详情啦。所以呢如果就是对于拍卖不熟悉的你可以也是可以联系我，我跟你讲所有的步骤啊，然后要注意什么，然后呢要需要准备什么，需要避免什么。好，这边呢我也是相信今天视频也是介绍到这边，有兴趣的老板们白人们请联系我。 OK， 拜拜。